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救夸父。哦，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是被器械给洗脑了，还是就是也不是洗脑，是单纯就是愤怒造成一个人的性格变化。我觉得陶石也是蛮北气的，实在是很讨厌陶石这种角色设定。毕竟他的命也是飞星 救回来的啊，都大家都瞎了是不是？这村人都瞎了吗？不是看到飞星？你还好吗？他们虽是你自幼熟识之人，但他们会失去性命，完全因为理智被仇恨蒙蔽了，与你无关。我已经没事了。魔术，谢谢你。飞星大哥真是坚强。对啊，万树说得很对，被理智而仇恨。夸父，夸父，你在哪里啊？夸父，哦，教场是不是？哦，想到了，怎么还有人要打？对啊，为什么还有人？嗨，好，小心。啊，对啊，新招式哦，来玩新招式。雕虫小技。这没有道具，我们捡一下。这里，七煞炎心，装备一下，剑光，剑舞流光，隐月，回命针，残阳，好，然后。没有新招式啊！天武玄一，吉祥如意。为什么云青没有云青的那个红色新春的？南斗破空，太宇虚静。齐天灭地，好，细雨赏光，飓风招来，巧手无痕，修罗沙，然后升级一下。飓风招来，甲子神丹好像弄炼的，是不是？剑落诛仙，哈哈哈哈！按错了。剑舞极静，法武雷斯，然后要怎么融合甲子银丹呢？装备，哦，这是献祭吗？九厘顶，好，九厘顶不是，
神话的名画，然后神之气是强化，再一个，哎，好像没办法练，就是。学界不拼不足吧，献祭，好，就这样。夸父，我来拯救你了，夸父。狂暴而暗淡，已然失去理智。无论如何，先设法将他制服再说。然后我方无人死亡，不知道会不会弄远景跟怒气的吸收。得罪了。哦，吐火呢！螳臂挡车，接下来这一招吧！哦，好痛！躲掉自己小心，必须阻止，接下来这一招吧。干！补什么血啊！我操！干，还有补血的哦！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我干！那脸好丑、哦，呵呵！大家小心！自己自己！别住！
哼，不用接，躲就好了。地之诺，螳臂挡车，又是无惧无差。那我会阻止他吗？好像没有，会砸下来我就死掉了。你还是这般急性子，我会后悔的。补个屁！让我为诸位安定心神。慢点，小心！等他。再召唤一次饕餮吧。还要捏碎你们！失礼了。不准小看俺！雕虫血迹，用我尽绵薄之力，请多指教。还有，慢点，小心，切勿轻敌。对，饕餮。不要吃！26,000。他是快睡着了。讨厌哦，一直给我偷补血。小心！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哦，好难打哦！不准小看俺！失礼了。万般皆法，剑鸣长空，六会击。你怎么召唤怪物了？之路。
阿里杰诺。雕虫小技。还是我无力。快跑！哎，为什么打我一下就死了？好厉害！好，我就在这边死掉了。想一下哦。这样应该可以的吧？直接召唤饕餮出来，还不信？够痛了吧？还补血，气死我了！快睡着了，快睡着了。跟着三小。太扯了啦！还好还没死。要我锐尽绵薄之力，必须阻止。太过分了。跟那道跟我是无差别攻击吗？还好我有带补血药。将卑离夫人拿下，并在其身设置禁制，令人将之押返帝都。混沌之力已渗入夸父体内，恐怕必须借摄日王素剑，以神力将其驱散。这可如今天地所赐同工已断，我这右臂又遭冯蒙所伤，这些年来神力渐散。如今南北斗星轮俱在，再配合香儿之奇物，或可助摄日王一臂之力。哇！我先以笛声诱之，你们再伺机而动。
云修，原来我们的指环真能以星辰之力驱散混沌。好，好，这一战真是漂亮，没想到你们已将星轮之力运用得如此纯熟了，果真后生可畏。云清，你可真是才华出众，除了医术高明，连音律都有如此的造诣。方才见你三星贯日，使得出神入化，哈，真不愧是鸿剑的嫡孙。我与你祖公有些渊源，不如你就待在我这儿磨练磨练吧。多谢摄日王厚爱，只是飞星唯恐让家父蒙羞，气功习剑已久，然在下曾有一个好兄弟灵文大树，一心期望能成为摄日王的麾下，只可惜他在家乡被竟夺去了性命，今日在下能代替他在摄日王面前射此一箭，也算是了却他的心愿。原来如此，你真是有心。此战暂歇，收拾回宫吧。那两枚指环果然也是姐姐的东西，就将那两人留到最后。帝君，这件事实在怪不得珠儿，那气血首领太过狡快，如此轻率将难民收入王城，让气血有机可乘，可是国之储君所应为。帝君，细想此事，此祸乃气血利用了殿下的爱民之心，民为根本，臣以为殿下为政，不失正道。爱民之心？针对此事，余在城内倒是听闻不少怨怼。四处争屋与争粮也就罢了，为了讨好这个三苗女子，竟对群臣谏言充耳不闻。父上，此事是儿臣之过，父上要罚便罚吧。重华，你也不用一直替我说话了。是林和唆使殿下行此决策，林和愿以死谢罪。休得胡说！三苗之女该如何判，余自有定夺。义父，静心殿得出最新星战，竟将在三日后再次降临，预估方位就在陶唐帝都。什么？帝都人烟稠密，若竟降临，父上，请你留守东极，儿臣这就率兵前往陶唐进行疏散。珠儿，就算现在立刻派出会稽前往帝都，也难在三日内完成。帝君，若星轮之力可驱散混沌，是否也能制止静的降临？无论如何，小民不愿有人再遭遇同样的痛苦。于心中之对策，确实需要利用星轮之力，除此之外，还需要上神的协助。哼，蝼蚁死活，与吾何干？静为混沌未解封印锁定星辰之果，上神若能携星轮之力将静引导至神水乡，万千百姓将有一线生机。帝君，神水乡是？父上，神水乡与东极同为陶唐最重要的屏障，况且还有神器所在，承担不起任何闪失。这是唯一之法，上神若愿协助众生度过此一难关，余可助上神恢复神力。不知上神意下如何？若真如此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帮你一回。东极王城百废待兴，请恕儿臣无法抽身。英里与这一众精锐乃是儿臣亲选，将护送父上前往神水乡。珠儿，身为王者，必须纵观全局，懂得取舍。
不要辜负为父的期望。儿臣谨记父上教诲。太好了，本来正愁无法与小弟叙旧，这下可解决了。云大哥、飞星大哥，谢谢你们愿意一同前行。为所应为，何须言谢？唯愿此行朕能消弭尽患。神水乡是人界诸多神灵避世之处，义父既然提出此策，必是早有定计。破天哥哥，你真的能帮小飞星解决境吗？关你什么事？烦死了，走开，小笨鸟。啊，此地就是传说中神人共处的桃源乡。破天哥哥，此事虽是放手一搏，但若成功，将会是九州的转机。还望神水乡主倾力相助。神水乡必定全力配合，也有相当牺牲的准备，只是乡主，心童姑娘还是压制不住，病弱失控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守护神水乡的结界将因病弱而破损，神器也有被污染之余。你快去请银川先生前往祭坛帮忙。不知帝君可否随我前去内山布阵？乡主，兰香也愿前往祭坛祈禳，帮助心童姑娘，我二人协力，或可助河神冰落回复清明。那就有劳兰香姑娘。香儿，冰落心神狂乱，恐怕是应了我们先前担忧之事。混沌之水侵染非同小可，你与心童务必小心。兰香姑娘，既是混沌之力，我与云兄同往，应该也能有所注意。既如此，我护送帝君与乡主前往内山，随后就来。兰香就先交给你们了。没想到银川也来到了神水乡。帝君麾下九翼之中，没有人比银川大哥更懂事，恐怕是乡主因冰落之事，不能没有他的守护啊。原来如此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我们的胜算又多了几分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了啊。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好了，喜欢频道的话，到频道的左下方左边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就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能追踪到最新的消息了。谢谢大家这几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